新闻的朋友们，读者大家好，我是辣椒。等一下呢，要搭乘卡纳赫拉列车去穿越，然后啊，漫步在小江户哦，还有啊，要一起带大家去鲁鲁米乐园，是不是很兴奋呢？那我们赶快出发吧 ，Let's go！ 我现在在西武铁道旅游服务中心，这里有卖外国人专用的优惠车票哦，那我们赶快去买票吧，谢谢，拿到车票喽，那我们赶快出发吧。这是西武铁道新的特急电车 Love You， 还可以搭到范能的鲁鲁米乐园哦。我们来到刚开幕的鲁鲁米乐园哦，我们赶快出发吧。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的。这一栋呢是按照动画里面还原真实鲁鲁米的家哦，好可爱哦，这个很像真的哎。他的脚比较肥啦。这间是小不点的家，这是阿金的面，然后这个是即墨小山丘饭。好 Q， 应该很 Q， 它里面有一种甜甜的阿金的味道。嗯，这个好好吃哦，我要买一只。小不点睡觉咯。这间呢、是全世界最大间、最完整、数量最多的一间鲁鲁米商店了，赶快来买啊，还等什么？这个馆呢是可以跟鲁鲁米一起合照的哦，而且他们还有专业的摄影师帮我拍得很漂亮，看这就知道啦。这个是云朵棉花糖松饼哦，然后我想要吃它了。好好吃哦！然后它这一壶是鲁鲁米的房子哦，鲁鲁米，你要不要喝？好啦，我喝。这里真的是一个梦幻的鲁鲁米乐园，很多很好逛而且很好买的东西，你看这些全部都是我败家败的。然后啊，还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玩哦，真的超棒的，超梦幻又很浪漫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搭乘卡纳赫拉列车啦，赶快出发吧 ，Let's go！ 阿里嘎多。我现在啊已经在卡纳赫拉列车上面喽，然后我想要打开它的小餐桌，听说很可爱，赶快来看一下吧。真的很可爱，有屁猪跟粉红兔兔，还有这个。然后它的门上面啊也有很多图案哦，超可爱的。来到伊奇诺亚呢，一定要吃他们的高级鳗鱼饭。嗯，好吃哦！在穿越啊，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来和服体验。穿着和服走在街道上，真的超有 feel 的。在这里啊，还可以吃到很多日式的怀旧小吃，一路上真的超好逛的。穿越还有哪些有趣的景点呢？我们赶快一起去看看吧。
这两天啊，搭乘西武列车到了东京，很多好玩的地方，还吃了高级鳗鱼饭，还有穿和服，最重要的是还去了鲁鲁米乐园。所以啊，妞妞们如果下次要来东京的话，一定要来这些地方哦，不要错过了。那爱玩妞就先到这里啦，拜拜。